Hello，我是江江。很多人问我那个封面的摩托车的颜色是怎么来的？那这个颜色是不是你想要看到的颜色啊？OK，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What brings you 长in today? 崎正太郎的颜色是怎么来的，应该说它的配色啦。我这台颜色呢，我的喷漆颜色是主色调雾面的黑色，因为如果你选金属的黑色，它的黑色会有反光，那我就选雾面，看起来让它比较 smooth 一点。所以我的副色调的话，我就选经典的极致蓝。这样它的蓝色可以更跳出来，比较没有像选那个亮金属，它的蓝色是有反光的蓝色。当然，如果你选那个亮金属的极致蓝也是可以，就看个人喜好。那我这款车子是这样来的。那当然，你的副色调也可以改成像比较亮的，就是黄色啊、橘色，或是其他的，像青柠檬绿啊，也是蛮适合搭配黑色，就可以比较跳出来那个颜色这样子。那当然，那个粉红色应该也可以。这个颜色其实还 OK 啊，菲斯特粉红、热情粉红也都可以。因为它搭配黑色都很好搭，因为黑色是百搭的东西啊。那黑色其实你看葡萄紫红这个就不太适合，因为它的颜色太深了。我觉得它也是有亮，但是它颜色太深，它跳不出来。OK，所以灯光的部分当然就选最亮的嘛。你有看过 LED 灯是那种很暗的颜色吗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就选亮的颜色。那另外一款红色的话，我的副色调是，看你是雾面、亮金属都可以，就选一个红色。那主色调就选白色的。银蓝。那因为现在晚上看不太出来，那白天的话就再比较一下，喜欢哪款颜色就可以喽。